Mrs. Lee 说 ，I think you should take a jacket with you。我认为你要带一件夹克。阿芳 ，It will get 这个 get 叫做变成 ，It will get 什么 ？This afternoon， 今天下午会变怎样子？所以才要带外套。答案很明显，一定是变冷。今天下午天气会变冷，这个 it 代表的是天气。阿芳说 ，OK, Mom, but where is my jacket? 那我的夹克哪里去了呢？所以 A、B、C、D 四个选项呢，除了冷之外，还有哪一些？我们看 A 叫做冷 ，B 叫 dark 就是变暗，下午会变暗，请你穿外套。不对 ，dry 叫变湿，变干 ，dry 叫做变干。那 fine 呢，叫做变好。所以哪一个选项最适合？答案当然是很明显，叫做 cold。在这里